今天化妆还蛮满意的耶，妆得好好哦。但是近看，哎呦，卡粉卡到不行哎！刚遮好的瑕疵都跑出来了，这皮肤的纹理也太明显了吧？该怎么从这种斑驳卡粉大做妆的样子变成干净柔雾的妆感呢？蜜粉要怎么用才能恰到好处呢？户外底妆的遮瑕力又能零粉感，就是这个白珍珠蜜粉。先看一下刚上完底妆的样子，脸上面有一些油。最关键的定妆要怎么让毛孔隐形还不卡粉？我用的都是这个妮卡的白珍珠蜜粉，你看它这个微笑设计是不是超可爱的？看粉超细的，看这边这一块油光和细小的毛孔，直接按压上去，你看直接柔焦了耶，毛孔也不明显了。它是天然矿物配方的保养等级蜜粉，里面有白珍珠粉、玻尿酸、传明酸等多种可以养颜润肤的美白精华。才刚涂一层就有这种自然柔的妆感，非常的清爽。它本身定妆持久度就还不错了，但是最近一直要戴口罩，加上夏天都快到了，我就会拿这个来当烘焙定妆来更加强它的持久度哟。像我自己呀，会把它定在平时容易出油的位置。准备这种又大又蓬松的刷子，把脸上的部分扫掉。我刚刚用了比较多的蜜粉来做烘焙定妆，但其实请看完全没有卡粉或是干裂的感觉哟，是不是很像一件蓬衣的感觉呢？整个妆感很细腻平滑哦，这样定妆真的很持久哎，而且控油能力也很棒哦，可以吸走脸上的油脂。带着我的底妆，用这款白珍珠蜜粉在外面一整天保持无瑕底妆都不是问题。